天来关心是威廉王子跟他的未婚妻的世纪大婚礼呢，再过三个多月呢就要举行了。这回呢，英国皇室在五号透露更多的细节，包括了婚礼举行的时间，还有晚宴的地点，从搭轿车啊前往教堂，到可能新娘的礼服款式，通通呢告诉你。蓝宝石钻戒闪着幸福光芒，威廉王子和凯特订婚这一刻浓情蜜意化不开。小两口三个多月后就要步上红毯，英国皇室日前公布更多婚礼细节。两人婚礼将在4月29号上午11点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，由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斯证婚，婚后晚宴将在白金汉宫举行。像当年戴妃大婚一样，证婚仪式持续一小时，新人在中午12点搭乘马车离开西敏寺，接受民众夹道欢迎。下午1点半，两人将出现在白金汉宫阳台，向全国民众挥手致意。接着，女王将主持私人茶会，晚间则由查尔斯王子举办皇家晚宴。当年戴妃与查尔斯王子大婚的形象深植人心，很有主见的威廉和凯特拥抱传统之余，也要来点不一样的。凯特在前往教堂时，将舍弃皇室传统，选择搭轿车不搭马车。There's no question that the palace is concerned about this being perceived as a lavish wedding. They want to try to play that down. The arrival in a car, I think, is quite a good thing because it's seen as a modern princess arriving. 至于婚纱长什么样，虽然保密到家，但皇室透露将和当年戴妃充满浪漫气息、近8尺长的屹立白纱很不同。超受瞩目的世纪婚礼，所有细节都将是全球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昨天新闻，柯雅涵报道。